对象，哎，穿的是什么？小生童。人还可以爬，
这个叫那个叫私人会馆。风景非常的优美，住在这里应该很舒服。不知道有没有三角点，但我就是朝着我认为会有的三角点前进。反正我就是给它往高处爬，走一步算一步。2:35。
那个樱花公园可能景点太小了，然后樱花我在想也掉的差不多了。1月27，先看看，然后晚一点回家就可以去看黄色小鸭，爱河那边的黄色小鸭带小鸭。这个天气跟在韩国爬山的感觉是一样的，非常的舒服。那边有一个平台，哦，原来是路边，所以可以继续往上。这个是有一个陡下，很漂亮的地方。不过那是人家的住家，我们就不要再往里面走。路边还蛮舒服的。大概这里就是所谓的制高点了，再下去就要跟狗狗玩游戏了。云路全房，这边其实还可以再上去。有点沉浸式的感觉。2:39，这个图非常的冷。少人在我的身边，此刻可心上的锁，你心上的。
藤枝山，刚刚去的地方叫藤枝山，然后现在要往樱花公园走。2024/1/25，哇，那我算是前两天而已耶，可能怕人家走错，标记一下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挖的洞，应该挖没有多久吧。长脚猪，回来了。那是3:04。手工大肠1.50，黑猪香肠1.40。高山高丽菜，兔龙原味烤鲜。
第八组。前方测速照相，速限100公里。